中联办啊，不仅重视社会各界代表人士的意见，更重视啊直接听取基层市民的呼声。所以今天啊，听听你们的意见。谢谢你们。前面的局房，局房，对对对对，就是坐下坐下来就可以，坐下你前面坐坐吧。对啦，这是这些工资啊，很少。这是多长时间？这个六个月，疫情的关系啊，又可以在那边啊，又入走预早一点点通知，哪个部门增强一点？中央是一直把老百姓放在心中。对对对对对，这个海军。好，我们呢跟北京的中国移动研究院在我们这个 5G 领域使用上有一些专家在一起来一个城市工作的上场，或者说我们叫做商业间建设的目标，很不错啊，看是无形却有形。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个东西就是说只不过把我们的东西能融入到智慧城市的发展，现在我们比如说当去推智慧城市发展，那我们这个东西就正好能够放在灯展上面去做很好的一个视频。在你看到这个灯有一个很好的视频的这个收到了，我今年应该是40岁，祝福你们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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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医疗还有一些什么建议和要求啊？就是这些老人家现在无病痛都，这是肯定的啊。就是那个排的时间，排期那个时间太长了，就是专科，特别是专科的时间2-3年了。中联办啊，不仅重视社会各界代表人士的意见，更重视啊直接听取基层市民的呼声。所以今天啊，听听你们的意见。谢谢你们。好，来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这里面还有是吧？啊，这里面还有两个。哦，要弯着腰才能进去的，就刚才说这两个。这很低了是吧？上面两层，上面。我今天来看一下，我听说过龙房，但是耳闻不如目睹。你说20万人的居住条件如此的紧迫，其实让人感到心里面还是很沉重的啊，很沉重。住房问题，现在最大的民生问题，这确实是老百姓的烦心事，也一直啊。牵动中央的心，中央很关心的，中央领导多次强调加大力度来解决些住房问题，解决住房问题肯定是要涉及到土地啊、规划呀、投入啊这样一些具体问题，但是说到底啊，这个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什么，它还是一个发展为了谁的问题。叫牢固的树立发展以人民为中心这样的理念，那么具体的问题它都是可以逐步的得到解决的。好，我谢谢你们啊。